好，所以我这样子有2个 track 的这个内容，然后我要想啊，这个监听的部分我要听什么？监听的部分其实固定听这个 input 的声音就可以了啦，其实，对吧？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用多想。那我想要在这个 input 跟loop 出去以后的声音都要有一个 DJ filter。好，这里有2种选择哦，就是这里是一个 DJ style 的 filter，或者是这个 high mid low 还附有 compressor 的这个 DJ filter，这2个东西都可以用哦。那我应该是不需要这么多的 compressor，compressor 在我最后会再做 compressor，所以我选择用这个 DJ style 的 filter。好，所以 input 进来的声音呢，我想想，对 input 进来的声音，这样子给它。好，然后，好，这样出去没错。哦，然后这个橘色才是 dry sound 的哈，然后顺序调整一下。所以这个是 dry sound，这个是 looper 以后的声音。我们把 fader 放在中间好了，我们让它稍微排列成一个两个 deck 2个 track 的感觉，像是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好，所以我的这个 offset 呢，它一样是在切换左右边。哦，左右边零的时候是 track one，是左边的 deck，然后十的时候是右边的 deck，然后我可以用 filter 去处理它们。那听一下现在是什么样子？像是 loop 的声音在右边。我有点错了，clear 的声音没有问题，clean 的声音是特别的。clean 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 filter 呢，应该要在这个 looper 之后哈，所以应该是。clean 的声音进来，这个 input，好，loop 了以后，进到我们的 filter，然后 filter 再进到 右边的声音，这样子。好，这是第二轨。看一下，好，为什么声音会2个都在呢？啊，因为 source 的关系哦，这个示范的 source 不太对了，对，它应该要从这边出来的，概念上来说。可以去混这两个声音。OK，所以这个就是 output 的这个 DJ mixer，怎么讲？output 的 filter，我帮这2轨都加上了一个 filter。